看到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但是呢，有一些岩石很松散，有一些岩石很坚固。那么经过地震、地壳运动千百年的变化呢，这个疏散的那一刻就塌方了。啊，塌方了以后，那么上面坚固的就留在这里，就是形成天然的洞穴。那么我们站的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悬崖，这是为了风景区的建设。 庐山上的夕阳。对对对，这个都是夕阳，包括这树的夕阳，不大。树是呢，树也是。暗的。OK，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。那我们这边看过去是山岭，如果从那边往这边看呢，这就是一座一座的山峰啊。OK， one two OK， 好。 我有没有坐缆车啊？